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停了。虽说太阳没出来吧，但还是很美的。赶紧抓紧到河边看看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精彩。应该不错，河边应该是很漂亮，太美了。我别再下了雪，太好了，马上就到河边了。看看树上的雪，这个树的线条都出来了哈。有了白的雪以后，这线条太美了。过会儿跟这儿拍也不错，前面都前面老鹰窝上也都是雪了。嘿嘿，好，到了河边了。冲着小道下去，漂亮。
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哎呦，这雪真不小，还得抄了个近道。看我这个背着这个底下这个架子，这种架子就是拧的这个，你冬天一动啊，它就合不上了，合不回去了。你看我手上拿这个铁的架子，它倒没事儿，多冷它倒是都能合回去。哎呦，越现代的东西，抗冷什么的就都不行了。现在又下上雪了。今天穿这个鞋穿的太合适了，这个鞋就是冬天的雪像夏天的靴子似的，像冬雨的靴子似的，挺高的，但是它非常暖和，估计零下20度都不怕吧。现在脚穿着一点都不感觉冷。雪还不小，这是温哥华今年冬天下的最大的一场雪。后来我看报道说是近10年来温哥华最大的一场雪，确实不小，有1尺，下了1天1夜。雪打在脸上还真疼啊，跟小刀子似的。呵，整个睁不开眼了。哎呦呵，不行，闭着眼睛走着的。这天到家就是火锅最地道了哈，火锅一点一涮，哎呦舒服啊，真想吃火锅了。